大家好，打开后，打开阿芒，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有一个民调，那这个民调呢，看起来如果是韩国瑜这个柯文哲跟小英那三个人角逐2020的总统，那么韩国瑜是一枝独秀的，甚至赢过柯文哲，那也赢过小英。这个民调应该怎么来解读？那因为如果民进党是这个赖清德比小英还要高，好，那赖清德未来会怎么样？可是韩国瑜会不会选？好，就卖虾死不得了。据说他的新闻量现在只输给习近平，台湾当习近平在用啊。那可是这个本来啊。大家做民调只做朱立伦、王金平、吴敦义，现在呢把韩国瑜不止放上去，而且今天呢、吴敦义国民党这个吴主席啊，他甚至于说不排除征召韩国瑜。那马英九说那就看韩国瑜的意愿喽。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会来解读，因为今天的毛民调是高雄市民超过一半是无希望伊去选总统的，但是嘛有高达40%的人希望他这个选总统。那小英总统啊，他接受了 CNN 的访问，一共还民调四页啦。这个人心才是活的，他有信心啊，这个能够连任成功。那这个今天呢、值得去这个观察的事情太多了，因为三位十六立委都被个剥算了。那么这个韩流到底有没有再扫到这一次立委的这个补选？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分析。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来自台南的陈亭妃陈委员。鸿一哥，大家好。好，另外呢是台湾师范大学政研所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鸿一哥好，大家好。好，以及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大家好。好，今天的新新闻就是韩总统吗？加问号，韩总统了，所以加个我问号。妈。那另外是这个政治评论员于梅梅，洪一哥好，大家好。另外是国民党来自高雄的高雄市议员黄柏麟黄议员，大家好。好，以及曾经在北农跟韩国瑜共事过的前北农的员工焦军，焦军你好。洪哥，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非常欢迎哈，因为韩国瑜啊，伊要去这个马来西亚那么马要去新加坡访问。那本来呀、是有吉隆坡市长的，本来是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农业部长的，可是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呢。那为什么呢？这一趟的行程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等一下请这个焦军兄来跟大家做更一进步的剖析。那今天呢、整个韩国瑜这样的韩流，他到底会不会选？选不选？那么吴敦义的这一个改口，来，我们来看 VCR。韩国瑜的包子，这是韩包，土又怎么样？我好吃。国民党立委把韩包子捧在手心当宝贝，还不是有民调当靠山？因为根据媒体民调比较，蔡总统柯文哲还有高雄市长韩国瑜，韩国瑜35%领先柯文哲的28%，还有蔡总统的22%，超越绿色，赢过白色，韩国瑜连自己都吓一跳。应该先民调一下，哪一位问鼎总统大位的人身体最差？行，我先做一个民调看看，但是我的身体最差。韩国瑜酷酷扫，转身就想跑。不过国民党早看准这颗比朱无往还要亮的太阳，吴敦义松口，不排除是他。体力最强，而且最不会被攻击，最没有意外状况的，可能是征召。那也不能完全排除。哦，真的吗？国民党也曾经用征召的方式。这些台北的精英分子有空不妨来高雄倾听一下民意。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南台湾，我都可以感受得到，大家都希望赶快在经济上有所改善。韩国瑜的闪避有道理。根据媒体调查，高雄市民超过半数不支持韩国瑜选总统，要他乖乖待在高雄。南热北冷，怪怪的。吴敦义还是个党主席，竟然民调吹波浪。我没有宣布要选，为什么要放进去？王金平人在，但数字不好看。我看这个只是一种参考了持续的努力最重要。
我会继续更加努力。想选总统的反而被边缘化，只要韩国瑜还没正式说不，国民党内太阳都难发光。好，有时候是这样，形势比人强。好，那么形势会怎么演变，真的不知道。不过啊，第一次吴敦义说不排除征召啊韩国瑜。那吴敦义今天怎么说呢？他其实说的还蛮多的。好，那一公啊，这里、个、未来啊要考虑的是四个罪：第一个要最强的，第二个最不会被攻击的，再来最没有意外状况的，再来最有胜选机会的，这四罪。然后他也在，因为啊周玉蔻啊访问他的时候，在中间广告跟周玉蔻闲聊的时候，哈、啊、提到电视上说他最清廉能干，但没有反映在民调上，那是因为他都没有宣传，而且也不做广告。然后呢，他叹了一口气说：“阿姨都没钱或宣传啊。”他甚至今年花的一块钱福袋也是自己捐助的，能负担几万块而已。坐这个位置啊，光借钱就委屈啊！我难道天天讲委屈吗？好，这是今天啊，吴敦义。那不过我想先请教一下陈委员，你按他观察工啊，这个吴敦义是不是有改口？然后韩国瑜是不是可能真的会选总统？基本上我觉得韩国瑜不会松口，因为。金马公园不被算熊多了哈，他如果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说啊，我到处浮选啊，然后呢，我保持我的一个政治声量，然后最后是你们拜托我选，不是我要选，因为他如果说要选，他怎么去面对所有高雄市民？因为刚十一月二十四号选完，而且你对于高雄市民的承诺都还没做到，那你马上就要转换跑道去选总统，如果他马上宣布选总统，我相信他的政治的声望一定马上下跌，因为所有的高雄市民就会开始质疑他，而且所有的问题就会压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自始至终韩国瑜都不会去表态说他要选总统，而且现在要他选的是谁？我相信吴敦义，如果到时候最有机会的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征召韩国瑜，因为就不，如果不是我吴敦义选，其实就是韩国瑜就对了，所以他今天讲的这个有一个伏笔啊，不排除哦，不排除哦，而且。我还没宣布哦，对，今天没有我是因为我还没宣布哦，所以呢，如果他宣布之后，如果最后不是他，那当然党主席最大嘛，党主席他讲的那四个罪嘛、四个罪嘛，他就很多可以调整的空间，可是不要忘了换柱的风波，到目前朱立伦、王金平、洪秀柱还为了这个换柱，剪不断理还乱哦，还在内战。对，还在内战哦，问题还一堆哦。所以如果真的要去最后征召韩国瑜，而且是又把换柱事件再一次重演的话，我相信国民党绝对会伤很重。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玩这一招啦。可能最后我不知道吴敦义，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说北柴基亚嘛，而且他的白海豚都会转弯嘛，所以他到底最后会怎么转不知道，因为毕竟现在所有的党机器在他手上，所以他要怎么玩，他最大光一个民调他就可以讲的这样子非常的模棱两可，然后一个时间呢就这样子很多的版本，对，但是你没他的责啊，因为他是党主席啊。那你觉得如果是韩国瑜真的被征召选总统，会大概是什么时候会明朗化？我觉得应该是会在所有的国民党比较确认谁比较有可能代表出现这个党内的初选，应该是这样子，因为那你会是在五月吗？或六月？五月啊，因为他现在说大概是六月嘛，六月会比较明朗嘛，包括你他登记，然后再来党内投票，然后再民调嘛，应该是六月的部分嘛。但是我觉得啦，在这六月的部分呢，吼。如果吴敦义这个最后的男主角不是他，我觉得应该他会在六月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让这个初选，也就是让洪秀柱的事件发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让这个名人选出现，直接征召韩国瑜。我觉得他会玩这一招哈，因为这是我们内部所，这个我们私底下听到很多国民党的委员，其实。如果要担任2020的立委候选人，我相信这个现在问一问，大家内心都希望是韩国瑜啊。哦，因为会带动他们。对，而且是
免费的行销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媒体焦点几乎都在韩国瑜，那可是韩流会维持多久？他们其实大家都觉得是未知数。可是所以他们认为说越早定案，如果可以征召韩国瑜的话，他们觉得越有机会。他们会跟随着这个风气，然后这样一路走到2020，因为这一次是总统还立委还是一起选。对对。到一月份，他们觉得他们的胜选，甚至他们所花费的经费会大大的减少。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波的民调，我觉得对蔡英文总统有点不公平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苹果这一波民调是15、16那时候做的嘛？15、16那时候。2月15、2月16。对，2月15、2月16，那时候大家知道那一个礼拜都在机师工会这个罢工事件，所以每一个大事件一定会反映在执政党的民调当中，大家一定会觉得说是会往下掉，甚至我相信这个蔡英文总统自己也很清楚，只要提到改革，一定都会有所谓的一个民调反应，所以我觉得说，整个现在的一个媒体声量，或是在媒体的一个操作，甚至政治的影响，我觉得都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决定说2020的总统是谁。现在讲太早。现在讲都太早。韩国瑜才几个月？八月，简单讲应该是9月、10月，两个。对，他当时候从9月开始声量尬起来，都是能够往位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也有可能这样子，也可能一个事件往下掉，都有可能啊。什么时候大家会对韩国瑜失去信心？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是韩国瑜往下跌的那个时候。好，那这个啊，是苹果日报刚刚啊陈委员讲的2月15号、16号所做的民调哈。这个民调就是啊，小英代表民进党，那是34.6，那如果国民党是啊，王金平是39.6啊，这是只有蓝绿两党了哦。那么，如果是韩国瑜的话，那小英是33.4，韩国瑜52.5，啊，这个遥遥领先。那如果是小英跟朱立伦啊，是33.6对50.2，别忘了哦，请大家看，朱立伦在国民党就只输给韩国瑜啊。那我们再看，如果呢是民进党是赖清德，那么是44.5对王金平的34.1。民进党会赢。如果是赖清德，那36.9对韩国瑜49.4，啊，赖清德输。如果是赖清德，那39.4对，这个朱立伦43.8，好。所以你看到，哦，这三个人里面，还是朱立伦排第二名，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下一页。那如果是三卡都呢？哦，我觉得柯文哲。那这样的话，柯文哲40.1，小英21.6，啊，这个王金平20.5，柯文哲28.6，小英22。那如果是韩国瑜，那就35.1。好，那这个如果是朱立伦的话，柯文哲32.4，小英23.6，朱立伦31.8。换句话说，朱立伦还是一样，只输给韩国瑜。好，而且差距不远。那如果是啊，这个赖清德，那这个柯文哲38.3，赖清德26.5，王金平19。柯文哲啊，对上赖清德24.3对25.4，然后韩国瑜37.7，好，一枝独秀。那如果是啊，柯文哲31.2，赖清德25.8，朱立伦是30，朱立伦也是第二名。如果然后刚刚我们这样讲说啊，吴敦义后来不选没有办法啊，所以就后来会征召这个韩国瑜，我那朱立伦，我怎么会同意呀，啊？是不是？其实啊，这个民调哈，其实你看起来，朱立伦其实看他绝对不愿意退，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啊。对啊，你看，即便是你看，就是说，如果是 PK 跟蔡英文 PK， 韩国瑜是52.5嘛，朱立伦也有50.2啊，对，差不多嘛，啊，如果是赖清德，韩国瑜是49.4，朱立伦43.8，也差不多嘛，所以我认为哈，朱立伦当然不愿意退，打死不退，对啊，因为他等于是目前国民党里面最大的，应该说有实力的，这是里面最有实力的嘛。但是我必须要讲啊，我觉得韩国瑜是一个海啸了，就是这个海啸来的时候，其实他会把所有传统政治人物全部淹没。那我们台湾的政治发展哦，其实我看有三次海啸，第一次海啸大概就是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嗯哼哼，这个海啸卷起了谁？卷起了民进党的律师世代，包括我们看到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当然，我们看到，包括陈水扁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那是也是过去想不到的、啊。一个台北市怎么会有一个民进党首都，又是蓝大于绿的地方？那就是个海啸。然后陈水扁的海啸一直到什么？到2000年当选总统。对，那是一个大的海啸。这个海啸到了什么时候被替代？到了2006年的红三军。红三军又变成新的海啸，就是这种所谓的公民运动。它超越了蓝绿，前一个海啸是蓝绿的对决，这个海啸是有点超越蓝绿，包含2006年的红三军，然后后来发现的像大埔事件，它或者是洪仲丘事件，一直到2014年的白三军，这个海啸它捧了谁？捧了就柯文哲嘛，就是这种不分蓝绿，然后公民运动，然后透过网络的声量，它发展起来，这第二波海啸。可是第二波海啸跟第一波海啸呢，差了几年？差了27年，其实差蛮久的。对，好。那现在第三波海啸是谁？就是韩国瑜。2016年，那2016年跟2006年红三军差十年。反正那个每一个海啸的卷起的它的时间越来越短。那表示人民的他的喜新厌旧程度在增加。那韩国瑜有什么特质？第一个，他完全颠覆我们过去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包含你的颜值，你的学历，你的出身。那你像我们台湾几届总统，第一个学历要好。甚至没有台大都不行呢，一定要台大，而且要法律系耶。我们多少总统都是台大法律系的，台大唯一的学历，然后长相啊，至少像马英九。所以你说，即便像我觉得即便像赖清德，我都觉得他是传统型的。为什么？长得帅，对，颜值高，学历好，对不对？医生出身背景，但是韩国瑜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条件全部都白抹杀掉，打破掉了。好，过去你要不要就是律师？律师也是被大家所尊敬的职业。我请问你，韩国瑜上个工作是什么？北农总经理。北农总经理，那北农总经理前工作是什么？不知道，在政坛消失啊，去开学校去了。然后韩国瑜的长相，我想会说他帅的人应该不多了啊。那韩国瑜的学历也没有什么博士啊，也没有台大啊，是好像是政大东亚。政大，跟他之前是念军校啊。那以前念军校的人功课大概不是特别好啦。所以你看得出来他，那另外他跳了一个什么？跳离的组织，我们过去选举要跟党跟组织在一起，韩国瑜这次是完全他拉着国民党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益助、啊，对，所以我觉得韩国瑜这个浪潮现在起来之后，会再次淹死很多人，那谁担第一个被淹？吴敦义、马英九、王金平，说难听点，只要韩国瑜出来，这些都你看这两天朱立伦到美国去访问，有新闻吗？没有。朱立伦是这个海啸的最大受难者，为什么？因为他是最有可能起来的人，结果他眼看着这栋大楼忽然在他面前倒了，他眼看着他即将进入总统府，结果这个路就完全被韩国瑜给切断了。那现在已经不是说韩国瑜要不要选的问题，是这个大的海啸已经把韩国瑜推上去了。就是他，即便他自己说，把朱立伦淹没了，淹没了。所以朱立伦是真的是这一次最大的受害者。可是没办法，海啸来了。没办法，没办法，你海啸来，你没有办法了。那现在，那你看为什么蔡英文现在跟韩国瑜对打？你看这两天大家都说啊、哦，我们那个总统府啊，为什么对韩国瑜或者苏贞昌对韩国瑜的反应这么那个强烈？当然呢、啊，你韩国瑜的浪潮起来，我当然要搭到这个浪潮上去啊。我当然要对打、啊。但有人说啊，这个总统府发言人怎么样不应该发言？没有错。可是现在就变成说，你跟韩国瑜对打的话，那个能量就出来了嘛，就见到版面，见到版面了嘛，版面就是啊，韩国瑜呛总统府，然后再蔡小英回呛，其他人都没有新闻啦，谁还去关注吴敦义访问了什么？那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浪潮，这个海啸出来，当然我必须要讲，这个台湾民众对政治人物的赏味期越来越短，这个海啸能够维持多久不知道，是我不知道，其实我认为连韩国瑜自己也不知道，可是。说实在的，当这个海啸起来的时候，你不冲浪你也得冲。你如果这个浪你不上去，叫我们冲浪，这个浪起来你不冲那个浪，你就被这个浪给淹没了。就韩国瑜他，所以而且大家现在很多观念也都改变了。例如说，很多人就说啊，以前我们讲说一定要做到好，做到满，对不对？啊，一定要。哎，现在发觉高雄市民也不太在乎嘞。哦，有51.5%是反对他选总统，还是但是有40.6%是支持。对，那你知道，像以前的话，都是说一定要。
做到任期结束，做好做满啊、嗯，不是做好做满这个标准这个要求啊，现在慢慢在消退了。嗯，甚至有人认为说，韩国瑜为什么这两天一直骂中央，都是你蔡英文绑手绑脚啦，都是你什么不承认九二共识啊、嗯？可能高雄市民就是说，哎呀，原来我们高雄打压韩国瑜就是民进党、嗯，那要怎么样让韩国瑜真的能够发挥呢？不要让他绑手绑脚呢、嗯，选总统。好，直接入主中央。OK， 哎、欸，好，那我们韩高雄人才能够彻底的被解放出来。是，不过我还是觉得会有实质上的检验呢。好、哦，这个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他到底有没有政绩，是不是实在的人。好、哦，对不起，因为2月11号他自己说他到仙马行销，然后要跟马来西亚的农业部长，还有吉隆坡市长见面，还记不记得？可是呢，这个他在2月19号傍晚主动公布访问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行程，是没有看到什么马来西亚农业部长、吉隆坡市长这个行程哦，是没有的、哦。他本来是讲有、哦，后来是没有的哦。哦，那这个是啊、焦军先生他在《苹果日报》的投书啊、哦，台北农产公司的前员工啊、哦，他写的是水果政治学这样。那这个他是讲说，其实这他去出访是一场大秀，这是你写的嘛？哈，是是。那可不可以先请教你，你是跟啊、韩市长在北农的时候有过共识吗？我在2012年到2014年的时候，在北农工作的时候，他是北农的总经理，贸易科科长，是是是。哎，那你为什么说这是一场秀？因为从媒体披露的所谓高雄市政府这个新马参访团要去拜会的这个几个对象呢，其实都是我们贸协跟我们驻外单位长期在联络的单位。也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台湾的地方政府首长或者是经贸采购团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拜访的所谓的潜在买家，就是那几个。可是我觉得韩国瑜厉害，是他很会宣传，他把这个东西好像讲的非常的了不起，好像这些人是他第一次见，这些人是第一次见到要见台湾的人。其实冒险每天都在跟这些驻外的在接触，然后都希望说他们能够买台湾的农产品，但不见得一定要跟高雄买，只要有人能够满足买家的需求，嗯，好，就是说驻外单位作为一个媒合的角色。对，那我他这次公布的像什么新加坡的国营超市 NTUC、或者他的第三大超市深松系统，或是一个叫做万春、这些都是长期跟台湾在合作的贸易商，对，贸易商或是进口商长期跟台湾，对。但是我跟各位报告，其实这个新加坡跟台湾的这个即使有这样的一些密切，可是在水果贸易上它的占比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哦，我要第二个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浩浩荡荡去了，见了这些该见的人，其实在座我们组个团也都见得到。啊，真的。其实这些订单带回来，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卖的最好的这个碰柑来讲，去年卖到新加坡是490公吨，卖到马来西亚276公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假设一个货柜可以装25公吨的话，也就大概到马来西亚大概就是10个货柜的量，好，然后到这个新加坡大概就15货柜的量，那我们的这个产期呢，大概就是秋冬，6个月的产期，我们算12个礼拜好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大概就出一个货柜到新加坡去，那满足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当地的超市的，比如说新加坡大概有300多家超市，马来西亚可能有马来西亚人口是4000多万嘛，是新加坡的4倍。假设我们把它乘以4，是假设是1000家超市，也就是你一个礼拜出了一个货柜的柑橘类的产品销售完了，下个礼拜才能再出一个货柜。哎，那我要讲的是，当这些生意都已经在进行的时候，韩市长带了一群人去，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订单？哎，而且他讲说货要从高雄出去嘛，高雄并不产柑橘类的，高雄产的最多的是芭乐跟枣子。可是芭乐跟枣子，我跟各位报告，番石榴芭乐去年在新加坡只卖了138公吨，好，马来西亚只卖了30公吨，那前年数字更惨，马来西亚只卖了1公吨，
大前年马来西亚是零。好，那而且呢，这些芭乐都是从彰化溪州卖出去的，还不是从高雄燕巢卖出去的。那这就有趣了，他们的市场就是这么大。你今天去抢的这个订单，并不是把市场的饼做大。那新加坡的通路商 maybe 可能因为你市长来了，我把订单转给你高雄出，可是那原本彰化那群出订单的人的农民怎么办？他的订单就不错。哦，也订单了，一定的就对了。你的意思是安尼？他的市场位置。那其实和高雄的人出，但是就相对中华。对啊，哎哎啊哈。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秀嘛？他就是带了一群人去，好像我见到了很多人。可是实际上的订单，哦，要检验那个订单是什么？啊，伊伫北农的时阵，敢是安尼人？他在北农其实对贸易的重点是放在中国市场。他当时在2012年就任北农总经理的时候，他第一个宣称的说要把中国市场做大。他觉得我们一年做个两三千万呢，这个实在是不够看。他说要成长个十倍，一年做个两亿没什么问题。对，但是中国市场的进口也好，出口也好，有很多相关的法令啊、检疫的限制，并不是说你要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饼啊。我刚刚委员跟这个教授讲得很清楚，我觉得韩国瑜的身世上来，就是依我的了解，就是他就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做法。他以前在北农的行事风格、管理风格就是这样，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但是他当时候真的有两三亿吗？有从两三千万成长到两三亿？当然没有，没有吗？那一年做瓦固，所以还是他就在2016年离开的嘛？对，来做瓦固，等于。做了将近四年，四年啊，五两三千万变两三亿，当然没有。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请教这个来宾之前啊，我感觉台湾有一个盛会，而且办得真好，嘛真水，哈，就是今麦的屏东，哈。的这个年度的灯会哈，据说连新加坡的媒体说，哇，真的是很惊艳。那这一次来采访有20个国家，有130几位国际的记者来看啊。那这个田恭喜做个叫税啊，预计可以吸引到800万的这个观光的人潮啊。那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主灯是巨尾。要招来全世界的注目。真诚的笑容等待你来拥抱，我们有热情的生命力，惊喜的美食，花舞的四季，处处感动你，这是蝴蝶飞向的美丽岛屿，亚洲之星在这里，感受属于你的跳动，台湾之星连你心。
们的土地，我们深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所以是真漂亮哈！大家刚刚大家看到屏东还有台湾那个是用无人机做的，好，真的是很厉害。那伯林兄，你刚刚要请教一下，我首先谈一下，就是说韩市长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政治人物。嗯，啊，怎么说？因为他当选后第四天，嗯，我就接到胡志强市长给我一个电话，他说有一个新加坡的商人想来跟那个韩市长见个面。嗯，那我们一约就。应该是第二天就打给我，然后约第五天，嗯，然后我们就在市党部有见面。那事实上那个是新加坡最大的公司的总的，应该他们叫集团主席，嗯，然后来高雄，然后就谈到，那韩市长就一直拜托他，因为他们也有超商系统，请他们过去如果有买，请他们多买一点。这间是有做什么公司？嘿，因为新加坡的公司做大，因在香港叫信。你讲公名不？信和集团。信，信和是信信任的信。嘿，和和气的和。啊，信和集团。那董事长主席姓黄。哦。那这个主席他们，因为我刚好也有朋友在香港，就问他，他说因这间公司是剩几多，就一直听到市长拜托主席说，啊，您的五招。超商的通路，嗯，那能不能多买一点，哦，高雄本地的农产品等等。那事实上这是一个例子，我想谈的是它可以让很多的一个企业家愿意支持，愿，嗯，意采取行动，哎，然后来，哦，譬如说来高雄采买农产品也好。那最近高雄有三多，嗯，第一个我们的轮船捷运人数创新高，嗯，第二个我们的那个包括这个不动产的移转数也创新高，嗯，第三高雄这几年来人口都一直往下降，嗯，我们连续三个月人口都是正的，正的成长。通起这紧哦，我按月达各位进那个户政事务所的屋啊，一十二月份给三百柜，一给五百柜嘛。嗯，啊，伟光啊，整个高雄市吗？哎，对啊，伟光啊，你给不我这问题是以前是下降的，哦，起码是往上的，而且他才刚当三个月啊，哎，这是一个指标。一月给三百柜，一月给五百柜。就是有增加嘛，因为他人数是这样就往上来嘛，哦，啊，他还在做。谢谢。那另外一个社会观察啦，就是说，因为我他只要到我这选区是三民区，所以一进要来三民库湾的选区，我拢会拨伊迄个发红包嘛，哈。啊，事实上这个你就看到来的都好高兴，迄种后迄个残障的嘛是会塞来，因为得足欢喜要来甲市长见面。谢谢。啊，我要讲的讲那种人民参与的那个感觉，那个热情。啊，所以你会看到我刚刚提到数字，就是说高雄灯会，他自己市长讲，这过年来到现在130万人来到高雄。那你啊，我自己有去金银耳夜市，嘿，真正咧卖物件，还有什么杏仁哥啦，卖香肠瀑布，嘿，真正人拢足歹客入去，所以我们不要讲边啊。高雄的包括我们的旅馆的住宿率都创新啊，当然暖冬计划我们说也有帮助，这是熟悉的。啊，我们也希望。它不只是热潮，如果它能成为趋势，所以刚刚提到总统选举的那个总统的民调，事实上如果单一的可能是热潮嘛，哎，雄雄给练你的博啊，但是如果他每一次都这样，他就可能变成是一个趋势。韩国瑜的声势跟人潮啊，咱讲起来这个是事实啦，因为唯一台湾起码吼，给人给要过你发红包都一年，因为关交已经过啊，哈，没有他，因为有中间有一段时间没发。出国去度假哦，桂林可以招一起头，要补回来，来，那美美，你刚刚要请教焦军兄什么问题？没有，我本来是想说的是说有关于因为韩国瑜做过北农的总经理嘛，哈，虽然应该对这一块他非常了解，对，可是一共也对韩国瑜也评价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是这样子啊，没有错啊。嗯。啊，他非常会用一些庶民式的语言嘛，然后给你一个梦，好，那让你觉得说，哇，这个梦很大。啊。泡泡吹得很大。老实说，这一点他的谋略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当他带给人民希望感，再加上你看到其实媒体很特意在吹捧。嗯。所以。它其实是形式远大于实质啊、哦！ Oh. 我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灯会好了，其实到今年为止，大概是高雄，我看了一下那个统计数字，大概400多万人。嗯、可是各位你知道吗？隔壁的台南多少？台南700多万人。嗯、可是有个电视台就把高雄讲到是不得了的盛况，他、嗯、是居然说台南萧条。Oh. 你怎么？你没有去过台南，你这就会被误导了，你知道吗？嗯、那高雄比高雄，花妈那个时候。因为我朋友就高雄人嘛，一跟他讲，他说五月天那时候开唱啊，那光荣码头用哇哇东西狼。嗯，2013年花妈当市长，我告诉各位，那时候就700多万人。嗯，有比现在400多万人多？有，可是那个时候有没有媒体这样造？没有。嗯，也就是说，很多大众是透过媒体的眼睛在看。嗯，你不去身临其境，你不知道。那我为这件事情，我特地到高雄去。当然，高雄能够进步，能够好，我们都乐见。嗯，但是高雄在地朋友就跟我讲，一讲啊，本来好的是真好啊。瑞丰夜市不奶的就喝呀，那确实六合夜市有比较好一点，因为中国的团客就来了、嗯、有，但是其他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但是讲，人阿伟先搞吼，伊讲伊家讲停车场开始停车费开始去呀，嗯，饭店钱开始去呀，连吃阳春面嘛开始去给啊，嗯，好，那你讲的房地产这嘛嘛蠢蠢欲动，好，也就是说，我认为就高雄整个脱胎换骨，韩市长用了很大的力气在观光这一块，但观光的产值我会告诉各位就一趴不到，嗯。其他其实更重要的，你怎么投资台湾，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嗯，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没看到韩市长做多少，但是我必须要讲，韩市长确实非常非常精于做宣传，这是他的强项。嗯、我更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你们注意看哦，韩国瑜最近一直在讲，你看他一直炮打中央，他讲最多的什么？一直在讲九二共识，各位有没有发现？嗯，第一，这不是市长职责；第二，你为什么一直在讲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照道理说，当蔡英文。我们已经很清楚告诉大家，当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那习近平最后就是要一国两制，所以九二共识它的核心就一国两制。但是，我这边要讲韩国瑜的谋略的地方是，我认为他把九二共识很巧妙的转换到经济层面。他是要告诉你说，只要有九二共识，我们呢就可以豁出去了。也许中国大量中国观光客、中国采购就来了。我要提醒各位一点，3月份。韩国瑜这个才是重头戏，他要到中国去。嗯，那么我请问一下，会不会在中国里头，在那边用九二共识借尸还魂，用九二共识拼经济，而中国加持给他利多？嗯，如果你是共产党，你希望谁出来选总统？你当然会是希望韩国瑜。哦，韩国瑜有没有可能出来选总统？我只能告诉各位一点，我认为如果国民党越晚提名，韩国瑜出来的可能性越大。请注意，韩国瑜第一从来没有说过他要做好做满，对不对？第二，如果你是蓝营的支持者 ，to be or not to be， 有可能又不可能。对他们说废话，废话，他没有把话讲死，对不对？好，再来，如果你是蓝营的支持者，你会不会觉得？没关系，只要能赢就好。对了，几个太阳打来打去。嗯，我可以告诉各位，现在是这样子。对吴敦义、对王金平、对朱立伦来讲，我能够出来代表是最好的。嗯，可是对吴敦义来讲，对王金平来讲，如果不会是我大势之所趋，那对不起，绝对不要让朱立伦出来。哦，这个就是目前的现况。是，目前的现况。嗯、所以，如果说以蓝营的支持者的心态。那这个如果说他们党内又互打，再加上特定媒体的吹捧，北京的态度，我认为只要再拖下去的结果，尤其现在党中央是吴敦义在，韩国瑜最后出现不无可能的，对了。不是，我觉得只要越晚提名，我认为他顺势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什么新新闻这一期的封面是韩总统？我跟你讲，韩国瑜就两，你要看两个指标了。第一个柯文哲，柯文哲如果没有出来，韩国瑜出来缺乏一个正当性。因为只有柯文哲压过。哦，最爱等单柯文哲，对，哦，那么讲哈，简单讲白一点哦，王金平要王院长要选总统，啊，你选举的时候，感觉到啥刚刚呢？结果王金平要选的时候，你韩国你敢去登记吗？你的陆军就不见了。哦，因为王金平做不会做人，做人上你不可以这样子。才当2个月的高雄市长，屁股都还没坐热，你说我要选总统，高雄马上切一半。所以韩国瑜没那么笨，没那么笨，所以韩国瑜 要出来选，要有两支脚，第一只脚必须要柯文哲，
没有柯文哲，韩国瑜不需要出来，朱立伦也可以过关呢、啊。嗯，如果照苹果民调啊，嗯，那为什么要你韩国瑜、嗯？没有正当性。嗯嗯，所以一定要看柯文哲。那朱立伦就一定会去拜托柯文哲的，私底下拜托，私底下拜托，包括王院长也私底下拜托啊。哦哦哦，没有柯文哲，就不会有韩国瑜。嗯，没有柯文哲的选举变成 PK。那第二个就是朱立伦、吴敦义、王金平王院长。这三个人要弄到大家很乱，要做拍款呀！啊，这个功劳，这个功劳第一个锁的是谁？吴敦义吴主席。嗯，两名三七啦，两名五五啦，两名全民调啦，两名全党员啦，基本上过来。没事没事，没事，我是你来对了哈、嗯。然后两名国公不排除征召，不排除征召怕惹到韩粉嘛。嗯，还有本来选项里面就要说开放嘛，所以吴敦义讲那个叫政治化。嗯，好，可是这所有里面最后一个关键了。朱立伦，朱立，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在问上一副说，中风那到底是谁讲的？对，朱立伦到底跟谁讲啊？嗯，啊，这个人居然又是王金平的朋友，如果 很好的朋友，企业界的。对，不管哈，我要讲什么？你现在知道是谁？我知道是谁。我在讲说，哎、欸，他共委。哎、欸，他曾经公开说王金平是他的恩人。哦，知道什么行业的？太多行业了。哦，总裁，讲一下。一个总裁，几个主要的。然后那个人曾经本来是那时候在学校，他被王金平教过。安利公啊，讲清楚啊。我的智商很有限。可是如果拉回来一下，如果朱立伦这趟没有出国，他是不是现在还在面临？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讲人家王金平？哦，好，那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这三个人：吴敦义、朱立伦跟王金平王院长三个。这三个如果没有搞好，嗯，当然是拱韩国瑜出来嘛，嗯、就是这两个前提嘛，要两只脚他才走得出去嘛，嗯，否则当两个月的市长怎么出去？对，好，可是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包括焦军刚才讲的，或者我们在看韩国瑜，我们这个时代跟2014年的白色运动产生一个很大的差距、哦、嗯，我们现在在这边所讲的，对于韩粉是听不到的。听不到有两种，一个他真的没听到，第二个他听之后还不理你。那就像我们在讲柯文哲，就像这个世界哈，我们的台湾哦变成平行宇宙，平行空间。有一个是韩粉的台湾，一个是柯文哲的台湾，还有一个蔡英文的台湾，或者是我柯黑的台湾，韩黑的台湾。哦，摸高了。他不理你，不听你。啊，所以你在看所有的事情当中，我还是用苹果那个民调。因为这个非常有趣哈、哦，民调你只看结果，当然就是说你现在投票是这个结果，但民调不能这样看。可是这里面也告诉你很多故事，比如说你看蔡英文这个，他的民进党没有全部拿到，没有。我讲的没有全部拿到，不是讲把这边加起来哈、哦，嗯，把这边加起来就70%出头而已，哎，还有20%-30%的民进党的人呢不表态，嗯，正面跟反面都讲。正面讲叫做还有努力空间，嗯，因为你应该要冲到90%嘛，85-90%以上，对，啊，反面讲就是说你的吸引力不够，啊，我为什么要刚才讲说平行空间，平行的台湾，选举的时候政策不重要，嗯，选举的时候是什么爱跟恨，嗯，你爱这个人或你恨这个人，这是第一块，嗯，第二块是政党，嗯，你是偏蓝的，你是偏绿的，这是第二块，第三块才是政策，嗯。啊，总统大选政策会重要点，是因为有一个你是亲中还是亲美，嗯，可是在这个里面就告诉你，韩国瑜在蓝军他抓到快70%了，然后柯文哲蓝绿都抓之外，中间抓到了，他好像抓蓝的比较多哈、哦。对，可是一样，你从这个板块里面，因为这里面其实是这个蔡英文、柯文哲跟韩国瑜，嗯哼。他们这三个人的这柱状图就告诉你，平行空间，嗯，啊，所以你在看这个民调的时候，说未来的趋势里面一个很一看，你说不管他到最后有没有出来，如果真的三个都出来的话，谁能够打破那个平行？如果蔡英文不能打破那个平行台湾的话，嗯、他就输，嗯，民进党会很惨，嗯嗯，如果蔡英文打得破，民进党从总统到立委。才会不一样。嗯嗯嗯，如果没有人能够打破维持，你看到那个柱状图，我是国民党，我当然要韩国瑜嘛，因为韩国瑜把柯文哲都打掉了嘛。嗯嗯嗯，可以打掉柯文哲，我国民党的利益一定也跟着好嘛。嗯，对。好，问题来了，当两个月的
高雄市市长出来选总统，史无前例。嗯，韩国瑜现象推翻了很多过去我们的认知。对，这个冒险更大，国民党里面的人也很怕。嗯，可是问题来了，韩国瑜最热啊，韩国瑜一讲话，朱立伦不见了，王金福不见了，吴敦义不见了。嗯，那个不见不是只是新闻的不见，韩国瑜对两岸的定调已经超过这三个太阳了。嗯。你可以想象未来国民党哪一天如果国民党重返执政哈，谁讲两岸政策算了？韩国瑜没有选总统哦，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对两岸的发言超过国民党籍的总统。那你要看韩国瑜的热度是不是一直持续的下去？我可以保证他还会热。我觉得这么早做民调未必对韩国瑜好，因为朱立伦和这些其他人的部队就开始出来了。但是这不在你我们的讨论范围，为什么？因为他还会热很久。今年上半年以前。只会有两个名字，一个叫柯文哲，一个叫韩国瑜。嗯，他们两个人是双生双相克。哦，后来陈委员还要再补充。嗯，没有，其实我是主要是针对那个黄议员他刚所讲的说，十二月份的时候人口的增加300多，增加三百多，一月份增加500多嘛哈。其实我常常讲说，当然高雄有三多，我们都很高兴哈。嗯，可是你说一个韩国瑜才上任才两个月的一个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哦。那你说这些包括投资增加，那投资增加总是不是我喊投资钱就进来，不是他必须有很多计划，从他们过去一直勘察地点，然后一直到钱进来。所以这是谁的功劳？应该要把前面的人一并谈进来嘛。民进党政府前面所做的让大家可以来投资，然后你现在韩国瑜都把所有功劳都揽在自己的身上，说：“哎，黑龙西瓜，人演你，投资演你啊，怎么那么厉害？12月25号你才上任，连现在你说到底高雄哪些这个区域是需要开发？我相信很多你还不知道。那你现在就可以引那么多人进来，然后引那么多投资进来。然后刚刚黄议员也有讲到说，暖冬家因为观光人口增加，暖冬计划真的。”帮了高雄很多，这是不可讳言的，因为大家都选择高雄，就是说在补助这一笔预算的时候，然后大家选择了高雄，所以我觉得在相对之下，其实韩国瑜如果改变一下说法，我相信会得到人家更多认同。否则你现在说什么说法？你不要说，因为现在三多都是我啦，都是我韩国瑜啦，别人都没有功劳啦。不要忘了，如果没有功劳，你鬼混了20年，你啊，是啊，对啊，用鬼混20年把别人都抹杀掉。嗯，我相信慢慢的大家会看到他的一些谎言跟他的一些所谓的行销手法。那刚刚我们也这个焦军兄也说了嘛，很清楚嘛，你说两三千万要到两三亿，4年做不到，这个已经很大的一个状况给大家看了嘛。那你说这个北农又是那么小的单位，你都没有办法实现你的承诺。那你在11月24号之前所开的支票，那高雄市民都还没感受到啊。所以我觉得当他今天如果确定在大家拱他真的要选总统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民调各方面他要受到考验更多。就会不一样。好，焦英兄还有什么补充吗？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个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啊，就是说除了这一次他大张旗鼓要去新马之外，其实过年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所谓的高雄的货出到了平潭去，然后也是新闻闹得很大。我觉得那个就是标准的操作九二共识的经济牌，而且包括像上个礼拜他又叫板了蔡总统，那个农委会主委跟蔡总统都说没有九二共识，水果一样卖得，而且卖得更好，创新高。但是他就说要有九二共识，因为他认为他的平潭的货出去，他的泉州的货出去，是因为建立在九二共识。但是他把九二共识转成经济术语来讲。对。可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媒体可能到现在都没有去查的是，那一天那一批平潭的货跟谁买的，然后呢，到了平潭以后卖给谁？各位可以去调那一天中央社发的新闻。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一群所谓平潭的台商浩浩荡荡到高雄买了两千万的货，然后装了大概40-50个20尺的货柜就上了黄冈集团的快船。对对，所以这会不会是后面有共产党？那所以
如果我们了解贸易的人都知道，买卖双方要很清楚。嗯，那这个订单怎么来的？对，这边就呼之欲出了嘛。什么叫呼之欲出？就一定是有高层指示说，是中国的高层指示台商去买，对，对不对？对，焦军兄，然后做行政后，对、啊，这个就是我刚跟你讲的，三月份韩国瑜要去，如果说透过我跟你确认九二共识、中国就来采买了，货就出去了，九二共识就复活了。其实他讲了这一大堆，他在铺梗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必须要看清楚。那我觉得蔡总统其实他应该要再多宣传一点。所以你中国要交什么人？咱唔知呀，对不？但是你台湾是个上辈。其实也就是说，当然有讲说买了一些品项了。不过很有趣是，它当中有品项，比如叫凤梨。这个时候高雄并没有凤梨，凤梨产在屏东啊。这个时候，但是他还是说，反正我就是从高雄港这个港出去了。然后他也就糊弄过去，也不去交代说这当中的个别品项。啊，当中可能只有芭乐跟枣子是这高雄价格，其他大概。我们都看不出那些水果、那些鱼、那些甚至加工品从哪里来的。但是他聪明的是宣传嘛，刚刚讲的宣传就是非常厉害。做搞宣传的就对了，做搞行销的就对了，就是那张嘴很厉害嘛。不是后面还有共产党的手才恐怖。然后 OK， 那讲到说有共产党的手，我怀疑啦，合理怀疑啦，因为《环球时报》啊。说这个现在捧韩国瑜捧到这个不得了啊！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环球时报》的捧，然后说，这个是最新的新闻。如果你有一个人去 Google 说这个韩国瑜一干他不干两年哦，一新闻哦，讲两千几万条直追习近平哎，习近平多大、习近平是一个世界上的人口是第一大国家嘞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那我们接下来啊来关心，因为刚刚的苹果日报的民调有做到小英总统，那小英总统啊在民调里面表现并不理想，那不过小英总统今天说，他说民调是死的，人心是活的，一路以来他不缺被人打压，未来会以强烈的意志克服种种的强烈的意志力来克服种种的难关。一共两千共十四年一座东主席的时阵，有人讲民进党二十年站不起来啊。2016年一座总统的时阵，也有人讲台湾的经济成长很困难。但是这些一路以来啊，都克服过来了，所以有进入信心。那他今天有回廊谈话，来我们来看不需要。作为一个总统，除了保卫国家之外，也要防止台湾被孤立。那么我必须要把台湾的声音传达给国际社会，那把台湾推向国际，这是一个做总统、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在这个专访里面，要让世界知道台湾要的不是一国两制，台湾人要的就是我讲的，我们要的是独立生存，我们要的是经济繁荣，我们要的是安全，我们还要的是我们的民主。那么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总统，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有责任保家卫国之外，有把台湾推向国际，并且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都拥有自由的意志的选择。那么这是我未来的使命，也是我决心连任的目的。2008年我做民进党主席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民进党恐怕20年内都站不起来。那2016年我做总统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哦，恐怕经济保一的经济成长率也很困难。不过我们也都一关一关的克服了啊，民调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啊。那我们从来也不缺被人打压啊，那我们就要以强烈的意志力来克服我们种种的难关。好，这个是小英总统。那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 CNN 的专访，他当然除了宣布竞选2020连任之外，
他也谈到中国试图孤立台湾跟武力威吓的现况。那蔡英文受访的时候，在我国国旗之前呢、啊，紧握拳头的坚定照片也登上了 CNN 的首页啊，在这边小英总统啊，他是握拳的这样。那后面是我们的国家的国旗哈，这个国旗一同入境啊，一同登上 CNN 首页，为台湾争取了广大的曝光率。那感觉起来吼，就是讲，那是真正三卡都，小英感觉是较有法度收获台湾主权的人，对不对？相信，那这样子没有优势吗？事实上啊，今天苹果日报的这个民调、那么我个人认为我个人站在立场是比较倾向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啊，你说共1087个人分散在全国各县市所做的这个民调、难道就是2350万台湾人所有的民调的真实这个等于说呈现吗？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譬如说以来对公投的少年那20到29岁还是柯文哲第一嘛，对吧？哈，支持度还是柯文哲第一，所以呢，可以作为某种程度上面的一个参考啦。但是我刚刚对于这个蔡英文来讲，对吧？还有柯文哲，还有他的假设题目里面出现的韩国瑜啊，很奇怪，没算的人出现在里面。啊，明明的单杀戏怎么你被算了？吴敦义没有在里面，也意思是跟吴敦义还没有说他要选了、所以这个民调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参考值，那么根据这个参考值呢，来进行一个目前为止的一个讨论。我们丢韩国瑜的韩流效应没有消退很快啊，没有啊。虽然你看他刚刚那时候脸消微对吧？哈，每天在干什么？但是他还在持续他自己本身金刚丹。你讲民间嘛，要有一个赏味期呀、他就任高雄市长还不到2个月呢，还不到2个月创了一个记录。台湾自有县市首长跟中央政府的官员以来，对吧？哈，归咱们以来，第一个就任没多久就油尽灯枯要出国去玩了，你知道吗？出国去充电了。回来了以后呢，又创下一个记录，还没有就任满2个月呢，就已经没有办法体力不济了，然后必须要请假，没办法开市政会议，也没办法去发红包了。所以体力成为今天韩国瑜，你跟人讲，以身体来对体力不支，是营养不一样。那是一个借口，不过看起来好像也是这样。先把自己身体顾好，做一个高雄市长，你2个月就已经油尽灯枯啊！啊，做个总统你们就错开，对吧？那当然，韩国瑜，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我相信。韩国瑜啊，我认识他20几年来啊，我相信韩国瑜一辈子绝对没有想到，真的有可能去选掉高雄市市长。那搞不好还做总统，得陇望蜀啊，选掉高雄市市长，哇，这嘛被选总统对不哈？还可能十辈子都想不到，你知道吗？但是你说可不可能？现在民调比较高，我讲过，赏味期都还没过啊。所以赏味期没过的情况之下，当然民调数字呈现上，韩国瑜会居于这个最高的一个地位嘛。我问你。韩国瑜选高雄的时阵，他是靠谁帮他打陆战？不是靠王金平嘛？对。所以呢，在如此的情况之下，那王金平、吴敦义跟朱立伦三个人，有可能在党内初选出来了以后，就把自己的总统大位跟大位的梦让掉吗？那可是你说蔡英文啊，各位啊，蔡英文讲的没有错、啊。冷清控不会，李彦勋，你认为民进党够机会东山再起吗？那时候已经到不是到北房，已经不在到秋水手术台上都快挂了。结果重新再起来，那你会想到去年2018年不过10年的时间，民进党败成这个样子吗？你也想不到啊，因为是国民党已经没机会啊。政治转变瞬息万变，没想到1月2号，本来在去年底的时候，蔡英文大家都认为他下台定了，不可能，他不会成为台湾第一任总统而已。1月2号，习近平一个谈话，让民调马上就拉高。那你说这个民调低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当鬼给你？在做这个民调的时候，刚好台湾发生一件过年的时候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华航罢工。华航罢工当然对现在执政的这个等于说政府当然会比较不利嘛。所以作为一个参考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蔡英文只要基于这个基调，然后基于国家元首这样的基调，那这一仗怎么打？你们当鬼给你柯文哲，我问就问各位啊，柯文哲台北市长为什么我要掉？有一半的人不是本来支持绿营的人吗？那为什么他们要投给柯文哲？他们投给议员的票远多过投给柯文哲的票嘛？因为他今天起定并国民党的丁守中嘛。我问你，在选总统定国际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吗？我个人非常的怀疑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啦。是。那我请教一下王议员哈，赖清德嘞？赖清德边呐？不，因为红衣，因为看起来民调赖清德好像比较高嘞。对，但不管民调高低哈、我干嘛？
诶，个人的意愿这个最重要。嗯，吼，像我认为讲韩国瑜这边民调第一吼，这个即便韩国瑜这么高，像赖清德这嘛民调嘛悬，嗯，但是我认为讲因两个个人的意愿就要紧，尤其赖清德已经真清楚啊，吼，伊个赖清德要韬光养晦，有回到民间吼，仰望，我感觉这已经赖清德做很清楚的选择。哦，所以那个人的意愿没有到不愿意的时候，看起来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就是蔡赖配？咱民间足大的声音是希望讲爱蔡赖配。嗯，哦，因为赖清德对总统他不愿意，所以赖清德是绝对别出来，他们小英点。对、嗯，但是至少，譬如讲。为台湾好，哦，这边是不是无论如何，咱这个大作战的时阵，如果伊愿意来搭配小英，第一点，至少和咱历史阁再一次大团结，伊来做小英的副手。嗯、第二点，在二控二输的时阵，台北市的姚文智拿17.3%，会不会在总统大选出现了、啊？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哎，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哦，这边那阵柯文哲坚持参选，嗯，都有影有影那有气泡效应出来，哦，我认为是。弃柯保英啦、啊哦，因为这边这是咱。不过民调看起来是柯赢英诶。哦不，咱选民真清楚，如果选一市长，安尼可能这甲台湾意识、国家观念，大家可能甲放在第二位。但是这边这是台湾的生死门、生死战，国家的领袖呢。对。啊，柯文哲点名嘻嘻哈哈，啊，伫咧甲中共塞奶、抱中共的大腿的时阵，这。看在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眼中哦，这是绝对袂使。这点，伊的台湾意识、国家观念完全无及格。是哦，所以伊这个人，那等下要去做中共的特首。嗯。哦，啊，这阿哥台湾人吼，看法是安尼，但是伊要来选咱国家的大位，台湾的总统，嗯，真清楚。伊即马国加减有民调，有支持度，这一定的，因为社会。社会很苦闷嘛，嗯，哦，都跟他韩国瑜现在会出现韩流这么高，社会集体的解闷，嗯，啊，跟民进党执政这两年半，中央是加减一寡做无介好的，当然大家会反弹、okay. 哦，啊，这但是第一要面临要选择总统的时阵，哎，大家会感觉讲，哦，第一点，这个咱对总统的要求无。你讲小英若无调总统，你要过去跳海啊呢？啊，我认为，哎。过去我这种政治打赌哦，一向我这种自虐啦，或者是惩罚我自己的都很灵验，所以我就想，那我用惩罚你自己都很灵验，对，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像小英当总统，外公，所以小英当选总统，你都可以跳，就要去庆祝哈，去跳哦，跳多也害，来跳完那有。可能咱北海湾，这个心情完全无同款啦，这个心情无同款。就欢喜，就欢喜，就算，一定是就欢喜哦。啊，我不会敲锣打鼓啦，因为兑现承诺吼，这不必敲锣打鼓，我一定会去做。啊，这边真欢喜，甲十一年前迄款心境无同。不然你那是小英调你，你感动的嘛，你就欢喜嘛，你一定要敲锣打鼓，讲我要跳啊嘛。不，你跳个真水啦，跳个。根本哦，海象太差了，而且那个天气太冷，6度而已，啊，这样摇晃了。所以是真的是摔下海了。那这一次不一样啊，这次我会很漂亮的姿势。啊，你好，好。等着看你跳海这个桃园的市议员啊王浩宇啊今天在脸书贴出一篇环球时报对韩国瑜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过去频频对台湾放炮，作为中共对台工作的重要传声筒，近日疯狂吹捧韩国瑜，不但几乎天天登头版新闻，更占该报台湾新闻的30%以上，是台湾政治人物从来没有过的待遇。他提到，《环球时报》今天更以“台湾当局处处围剿韩国瑜”为标题，替韩国瑜打抱不平，痛批拼经济已见成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成了蔡英文当局打压的重点目标。而这几天，韩国瑜对两岸关系“你侬我侬”的见解。更被《环球时报》大肆宣传，认为是台湾支持统一的名义。王浩宇认为，过去《环球时报》对于台湾政治人物总是贬多于褒，就算是吴敦义、朱立伦也很少有正面的新闻。
韩国瑜不但能频频登上《环球时报》版面，甚至被高度评价与吹捧，与对岸的关系自然引人遐想。他最后说，面对中共党媒与台湾亲共媒体联合造神，台湾人能不能在2020认清事实，共同守护台湾主权与自由民主，将是台湾未来一年最重要的课题。那我请教一下范老师，《环球时报》为什么对韩国瑜要这么吹捧？《环球时报》过去也对柯文哲也蛮吹捧的。就现在有新目标了嘛？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了，对。所以说这个中共共产党很现实啊。那韩国瑜现在的这个身世呢？他要讲这个，韩国瑜自己讲，我的以农我农哈，以农我农比这个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还要强烈啊。他实际上韩国瑜是有做准备的啦。他为什么要把柯文哲再拿出来讲？就包括他有在比较嘛。就我比我是等于是柯文哲的加强版啊。那老共现在也很高兴嘛，所以我老共黑有时候比他那个啥变给嘛，对哦对哦，哎就加给你，够给小够他，对对。那我会这样看呐、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看这个民调哈、哦，就是说柯文哲他基本上来讲，他现在就在这20到29岁，他是的确是完全占优势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在30到39岁，他是稍微纤维的，其实跟韩国瑜差不多、哦，两个并驾齐驱。然后可是你看到40到49岁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很接近、啊那这个40到49岁，你看起来就是说韩国瑜就稍微领先柯文哲了。韩国瑜最大的领先群是50到69岁。那这些群人大概是什么人呢？就是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对现况不满，对台湾的经济不满，或者对于这个执政党不满，然后他们想改变啊，或者他们相信啊，这个韩国瑜的什么货要出去，人要进来，大家发大财。对，所以他的支持者其实应该是说从40岁到70岁，有三个地方都有。对，那蔡英文事实上只有在70岁以上，他的支持度是唯一的。比如说蔡英文是在70岁以上是第一名，柯文哲是在29岁以下是第一名，但中间的话呢，基本上都被韩国瑜给占据了。就我觉得。蔡英文他现在在50岁以上，他是居于第二名，50岁到69岁是居第二名。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说柯文哲他到底是，所以蔡英文要怎么样去拉回年轻人对他的支持？民进党过去一向是年轻人最喜欢投的人，可是像年轻人的票不见了，好，然后中间的票呢，30岁以上的票呢，事实上你又挖不到，那你只能就顾到那个老人的话。我觉得这是蔡英文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在你说柯文哲到底是拉到谁的票？其实现在柯文哲拉的票是拉蓝的票比拉的绿票多。因为如果说是王金平跟蔡英文 PK 那的话，当然如果加了这个柯文哲进来，那王金平是少掉了19.1%，蔡英文少了13%，谁少得多？王金平少得多。如果说是韩国瑜跟蔡英文 PK 加上了柯文哲，韩国瑜会少掉17.4%，蔡英文少掉的是11.4%，所以还是韩国瑜少得多。如果是王金平跟蔡英文 PK 加了柯文哲，那朱立伦啊，如果朱立伦进来加了柯文哲，朱立伦会少掉更多，18.4%，蔡英文只少掉10%，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其实现在经过柯文哲不断的在讲两岸一家亲。然后加上就是这个他最近不断蔡说台湾，然后加上这个习近平讲了这个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然后蔡英文变成是全台最强硬的辣妹，最辣的台妹，蔡英文其实是重要的是他的基本盘是有回归，那绿营的票其实现在跑到就是说柯文哲的支持者来讲反而是蓝的多绿的少，那这变成什么蓝绿有点归队了，那我觉得这个情况越到选举前。蓝绿归队的情况会越明显、那柯文哲到后来会不会变成蓝绿归队之后，特别是如果是韩国瑜出来，那我觉得那个归队情况会更明显，因为韩国瑜会比柯文哲你的两岸一家亲更加的靠近中国、那中美之间的这个角力就会越明显、那如果蔡英文在选前还能够去美国去国会演讲、那更不得了了、你干嘛美国也挺上，从美国来讲，当然是挺蔡英文。但我现在就要，但是美国现在在看，如果台湾这个趋势啊，韩国瑜真的出来了，那韩国瑜这个你侬我侬变成是主旋律了。那《环球时报》又这么吹捧他了。对。那我就会激发美国对台湾这场选举的担心。那会不会更增加蔡英文去
华府去国会演讲的可能性呢？我觉得是会的。那因为如果蔡英文，因为现在我觉得蔡英文现在除了去国会演讲之外啊，我说句不好听，我真的觉得他已经不能说无药可医了，而是说基本上已经找不出什么可以让大家耳目一新的做法。那当然这个就要看美方的态度的，或者是美方，我的理解是美方似乎有想往这边操作。但是蔡英文会不会自己反而不敢去？又为什么？他可能还在是不是寄望于北京那边会不会给他善意啊？或者给蔡英文善意，北京那边，对啊，就他很多，你看北京怎么可能给蔡英文善意？他都已经不顾北京反对，对宣布连任了。我觉得现在最近蔡英文终于比较清楚了。我觉得他之前呢、啊，你看不管美国通过台旅法也好啦，包括什么亚洲再倡议保证啊，蔡英文都很低调啊。他还在对北京存有一丝的期望。但是我觉得他最近啊，自从习近平讲了这个一国两制之后，他也发觉，哎，他因为强硬之后辣台妹。对他有帮助，然后绿营回归嘛，那我相信他应该会下定这个决心，那如果他真的去，那蔡英文就成为我觉得是世界级的领袖，对，就变成说台湾民众才会觉得哦，原来我的台湾人可以真的可以进入到美国国会，你看他这次为什么选的是 CNN， 就 CNN 其实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报道并不多嘛，但是专访他嘛，那我觉得蔡英文他似乎有这个可能性，而且我觉得看这个民调。他好像还蛮笃定的，就感觉起来他并没有啊手忙脚乱慌张啊，是不是这个大概已经有底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场年底的选举，明年选举，其实就是美国跟中国的一场背后的较量。那这个时候柯文哲会怎么办呢？柯文哲会忽然的被边缘化了？我觉得他会再加码吧。柯文哲不晓得往哪边加嘛，他已经往以色列加码，他现在不知道往哪里加嘛，因为变成说如果美国已经是。公开的要挺蔡英文的话，那北京这边已经公开的挺韩国瑜的话，那你柯文哲你要下马哪里？你难道要比韩国瑜更那个了吗？对不对？韩国瑜已经讲到你侬我侬，那你要讲什么？你要讲到水乳交融吗？还或者你要讲什么更那个的吗？很难。对，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柯文哲现在他到底他现在会不会被反而是变成蓝绿归队后的边缘化？因为我觉得市长选举他终究。啊，跟统独比较没有关系，但是总统选举，有国家主权的，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就想这样，特别是在美国现在跟中美贸易大战这个情况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美国会对这次台湾的总统选举特别关注。是，妹妹，这我补充一下范老师的话啊、我也认为就是说蔡英文如果要。这一场选战有一个比较大的逆转的可能，我就要外力因素，这里面美国因素真的很重要。那现在有没有要到这个国会去？因为国会那边议员要访那个邀请他嘛，哈。可是美国现在目前我觉得态度上面就是说。国务院那边还是一向都比较保守的，那因为美中大战这边贸易大战，川普到底最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所以以蔡英文谨慎的个性，也许他在看，因为是联动关系的。如果美中真的破局了，这个就很顺势。啊，如果没有呢？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在以静制动，哈。但是就是说，如果哈，就撇掉这个美国因素来讲的话，老说我就会比较捏一把冷汗。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哦，请大家注意看哦。柯文哲虽然吸到了蓝营的票，但是你要看是谁出来。如果是韩国瑜出来的话，蓝营的票是归队的。请注意看哦，柯文哲、王金平、蔡英文或赖清德都不管哈。比如说柯文哲对上王金平跟蔡英文。王金平20.5%，柯文哲40.1%，蔡英文只有21.6%。对上韩国瑜的时候，注意看哦，柯文哲28.6%，韩国瑜35.1%，比王金平多了15%哦。而柯文哲是掉了12%哦，蔡英文22%不动。也就是说，一些蓝营的因为韩国瑜出来就归队了。好，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个，再来看为什么韩国瑜那么强，那么包括就是说韩国瑜还吸到了。年轻人的票，我们从这边来看就知道了哈。我刚刚就继续讲，韩国瑜出来35.1%，柯文哲28.6%，蔡英文22%，朱立伦出来是31.8%，柯文哲32.4%，柯文哲增加快要4%，那朱立伦比韩国瑜又掉了差不多4%，啊，这个4%是什么？我觉得很可能是年轻人的票，好，也就是说。可是为什么韩国瑜能够那么好？因为韩粉跟柯粉有重叠，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很注意看到的一个讯号就是说，如果柯文哲、韩国瑜、蔡英文出来，请注意听哦，韩国瑜35.1%，柯文哲28.6%，蔡英文22%，蔡英文得几秒？得三秒。好，过来，如果是朱立伦出来，朱立伦31.8%，柯文哲32.4%，
蔡英文23.6%，阿国是第三名。所以你嘛是相信这个民调了，对？如果以单单以这个民调来看，我也惊的是讲，那到时候，一些绿营的支持者，因为你要看哦，在这里面，蔡英文可能很显然的有一部分绿营的支持者是没有回来的，对不对？好，有一些绿营支持者确实已经被分裂掉了，那么一些绿营的支持者基于传统的思维，是不是怕国民党掉，就弃保了呢？有没有可能呢？弃小英保柯文哲哦。蔡英文第三名啊，有可能啊，无可能，对不？你也想看嘛，国民党和平协议啊，讲你侬我侬啊，讲啊，什么拢讲啊，对不？但是如果是赖清德出来的话，请你注意看哈。啊，他讲赖清德无可能啊，你叫你讲。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了，好，我还是要分析这个真实的状况，就是说，韩国瑜37.7%，赖清德25.4%，柯文哲24.3%。赖清德是第二名。我访问过赖清德嘞，赖清德说，赖清德说，小英如果要连任，他绝对不会挑战他。OK， 那我就必须要跟蔡总统讲说，现在的状况很明显的是说，你，因为我坦白讲，蔡英文的困难在几点上头。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他赖清德的民调一直比他高？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蔡英文是总统，所以当然概括承受。然后一立一休一大堆问题是林权时代的。可是赖清德上来五缺的问题真的很认真在做事，所以民众对他感觉是很好。那蔡总统表现出自己的连任意志，那赖清德也不会来挑战他。好，可是蔡总统你就必须要注意，养大的柯文哲，是有可能。都养大了啊，已经养完了。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我现在把讲的是说，养大的柯文哲是列解民进党，甚至有可能制造弃保效应。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说，你经济一下子要变很好，我是觉得太困难。固化的形象也很困难。好，那刚刚我就讲外力的东西，那外力的东西我就觉得蔡英文总统你恐怕要更清楚的表态。也就是说你要掌握这个时机点，这个时机点是美国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位置，这个时机点是美中贸易大战，这个时机点是中国全球扩张，全世界都看到，这个时机点是习近平已经讲一国两制了，好，然后国民党已经和平协议了，但是我刚刚有当时在回忆徐贵能格格，我要讲的是这个蔡总统，你的民调上来是因为你呛了习近平，对不对？好，那我请问你，今天这个和平协议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请问你，你除了说你要用公投来阻挡的话，你可不可以法办啊？不行吗？谁说不行？你不可以去签政治协定的。就在这个，你没有谁要去签政治协定。吴敦义不是讲，如果没有，他是说，我们国民党如果执政 ，OK， 我知道，他没有要打。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态度，好，还有八卦，我表现态度也不行啊。那是言论自由。不是，你要更清楚，你要更清楚，让人家知道和平协议的可怕在哪里。我没有，刚好你让我把话讲完，就是说还有没有啊？就是公投嘛。不是，那台湾人民决定啊。那你要告诉人民嘛，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坚决和平协议它的危害到底在哪里？要让人家看清楚这个危害点。你的利基点才会大。然后你要跟美日更深的连结。再来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的亲盟打吼，各种经济统战，中国的问题，你要告诉人民，为什么韩国瑜可以大？我们的资讯不对称，韩国瑜一直告诉他说九二共识货就出去了，不是这样子，可是政府在这边的宣传够不够？哦，你讲了小英就激动呢。不是，我不是激动，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方面保卫台湾的必要性要讲更清楚。还有，我请问一下，当严德发说台独他不保护，可不可以？你为什么让他继续当国防部长？请问一下，李大为继续当国安会秘书长，你觉得很好吗？也就是说，你要让人民在国家安全上感觉出不只是你坚强意志，实际的行动，在经济方面，你要告诉我们你的做法，还有中国的危险性。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如果小英做得更多、更积极一点，对民进党、对他来讲、对台湾来讲都是好的，在这一点有努力空间。OK， 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啊，欢迎继续收看《政治到了》哈。那么刚刚讲到小英总统民调这个第三名，所以需要有很多不一样的表现啊。那这个美美看起来讲的还蛮激动的，也不是啊，我有点急迫感，我是希望政府有些东西让大家资讯要更知道更多。了解了解，来动好会补充。会很麻烦，就是说，因为你是执政党哈。韩国瑜为什么起来，跟为什么民进党现在会那么辛苦，就是说因为您执政三年了，韩国瑜可以做梦，韩国瑜可以吹牛，韩国瑜可以开空头支票，
因为至少要一年以后才会兑现，没有人两个月要检验他的，所以泡泡很美丽。那他那高翁两个月拢被公瓜被抓离，阿妈还有期待啊！啊，那讲高翁四年啊，公瓜被抓离要被抓，不好意思，你搞清楚了哈。可是对民进来讲，其实我个人的判断哦，此时此刻哈，你是蔡英文也好，赖清德也好，没有差太多。因为赖清德也当了一年的阁揆，所以你很难去讲那个执政的责任的。那对民进党来讲，你比较麻烦的事情是说，你必须要让你的执政，要么摸得到看得到，要么要被感动，你不能让人家觉得说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在讲什么？要么看得到摸得到，对。马英九的第一次连任里面，他的东西叫看得到摸得到，你用得到，要不然你就是你会被感动，很多人喜欢用阿扁的2004年。2004年的时候，当然是反败为胜，民调都输嘛。那你最后被感动，你就李议员那个牵手护台湾嘛。好，你回过来看看民进党现在此时此刻，赖清德也好，或者蔡英文，你要用什么感动我？不管他们是谁哈，因为现在民调在做出来，第一次做出来是你两个都输，没什么好笑的，就是两个的第三名分数不一样而已。现在叫做两个都输，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跨过那个平行台湾，你如果永远是在自己的群体里面，你就是第三。你如果跨出去了，韩国瑜也好，柯文哲，这两个一定有一个人要变第三。你干嘛什么代志？今麦一当红感动？我没那么厉害，我没那么厉害，我只能讲，我只知道说，你要么让我看得到摸得到，要么你要能够感动我。谢。但我如果那么厉害的话，我应该当蔡英文的国师，但是我一定不会是国师。除了感动之外，当然还有可能一个就是制造恐惧啦。蔡英文现在，川普是制造恐惧。蔡英文现在他如果说他真的能够去美国国会演讲，创下第一个台湾人，那当然是感动啦。那台湾从来没有过嘛。当然蔡英文现在也在做一个就是制造恐惧。什么恐惧？就是选了国民党。就是走向一国两制，确实啊，他的目的，然后我至少可以让台湾维持这个主权，不被中国这个侵犯，他要知道这个恐惧嘛，但是有没有办法成功？好，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未来。也有人会认为说，哎，我宁可一国两制也好啊，我也不在乎啊，那个少了啊，也有人认为我有钱赚就好啦，对不对？啊，就有这种人嘛，那就是变成说你是不是能够进，然后再来就是说有没有拿到吃得到？如果你能够跟日本签了这个 TPP。这个日本的 CPTPP， 那就有实质了嘛？那你当初你在去年公投的时候，你对核实的公投，你这边装死，你也不愿意介入，你不愿意辩论。那今天日本就说了，你自己台湾禁止我这四个县的产品，我怎么让你加入？当然，最近日本的讲话有点松口了啦，没有那么坚持。那个时候是外务大臣针对这个问题来讲，那你蔡英文，你是不是能够让台湾加入？如果加入了，那你就可以拿到，既然拿到吃得到、看得到的实惠，对不对？因为他们，你看最近，日本跟欧盟签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会成为未来全世界精品最便宜的地方。你又买 LV 可以去东京买，东京的 LV 不用关税。那对日本来讲就有帮助啦。对，那日本现在的这个米还有荞麦面也要交到欧洲去啦。所以如果你能够加入，就有看得到吃得到。但如果你能够去美国国会演讲，那就是荣誉。你能够制造这个一国两制的恐惧。那你才有可能打三种拳，三种拳齐发，你才有可能成功。好，黄勇，我想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一个现任的理论上如果做得好，应该都遥遥领先嘛，不然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运用各种工具啦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民心思变了。那我想两三年前，大家都看到郭民栋的又给当场轰伊啊。不什么急，现在几乎都可以劝募呢，能够这样子党部能够勉强运作。那为什么？其实还是民心思变。那我刚刚呼应副市长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热情。因为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就会看到说，跟着韩国瑜的，那种目前来拢做热情。那他，我认为他那个群众演讲的力量哦，我是觉得也是真的很厉害。譬如说。他演讲都很短，他不像政治人物拢工作久诶，讲到大家拢做亚神样的想要走，伊拢短短啊。在凤山那一场，有人给他算过，大概底下单立过来，单立只讲1155个字，短短的说，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他也讲过，他一直认为说，人的生命很短，政治生命更短。如果在有限的生命做一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所以他请求高雄市民给他机会。
啊，你想看看，哎，对对啊，你啊，人家一听哎就很感动，那个渲染力就出去，再加上现在的，各种社群啊，各种直播啦、啊、电视等等，所以很多的资讯透过手机打开弄快掉，所以他那种资讯的传递，然后他选前提到的，比如说他要去农会、耶稣、去渔会、去哪，他都做到，他也叫那环保局长去港雅哭去对躲，丁丁，所以他也很急，跳跳的更多呢，对，但是他很急，是要能够做一点成绩嘛。啊，我想很多高雄市民，包括全台民众也都在看嘛，所以有时候民调，事实上民调是火的啦，因为现在做跟下个月做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如果几次出来那个点都一样，那它到底是热潮还是趋势？如果都是这样子，哎，得是趋势嘛。那如果起一个热来，当然得是热潮，那就不一样。所以还是回到你到底要做什么？你怎么让民众能够认同？那黄友再请教，因为今天有民调哈，伊提团队新闻员啊，讲高雄市民起51.5%不希望他去选总统，那希望他去选总统的是40.6%。所以高雄市民普遍是无希望的呢。啊，吴哥，我有看这数据哈，反对他的交叉分析啦，有是泛绿的啦，那个各种什么政党色彩的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啦，我也认为说他应该不会想主动去选这个啦。所以应该是如果万一有也是被动，他不会主动去做这种事情。他在等。蔡主任，关键好，为什么韩国要很重要？关键就在那个万一。对，有人现在在创造那个万一啊。而且各位想想，以前是没有潜力的，没有总统级的候选人被换掉，那我们国民党4年前已经有潜力啦，那你有潜力，你后来被换掉，那也是有一个力，没有吴敦义，这个就打到朱立伦了，对吗？因为你有潜力啦，吴敦义以前完全都没有，吴敦义在干的事情，所以我在想那个话，太阳如果离人民太远哦，会变星星啦、啊，月亮离人民近一点，月亮大的时候也是可以照亮很多东西。那重点还是你的作为是不是能够让人民感动？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啊，加酸掉呢，啊，你都别会酸总统，你干嘛？啊，这是人民的期待、啊。如果万一到时候每一个人全台人大家都支持他，哦，这个热潮你也很难去推啊。但是前提是，如果我们其他也很优秀，也可以当选。事实上，连今天马英九前总统也讲啊，以提胜选的人为优先嘛，要人赢啊，这样才能创造台湾民众的幸福。我想那才是重点。我简单补充一点就好了。高雄市民这个可能是他出来正当性最大的问题嘛。那韩国瑜是有谋略的啊，他为什么？你像他从1月1号到现在，他连5波杠蔡英文政府，主动发难，除了为92共识铺梗以外，你看他最近前瞻基础建设，你光弄蔡英文政府在动啊，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他在对。我来水乡是不一样的代志啊。你听我讲，挑地讲的啦，一些对高雄市民跟台湾人民恭维啦，他为什么说全台湾欠高雄人的？这对台湾人讲。然后呢，他为什么前瞻基础建设这个被蔡英文政府挡对高雄人讲？这意思他其实很巧妙在暗示，就是说，我想要为高雄做就做代志，台湾人欠高雄人，我就听下心的。但是是因为因在动，所以如果我来选总统，我选上总统，我得叫教够高雄人。他这个正当性就出来了。韩国瑜现在是什么？他是拉弓不射箭，你知道吗？他讲了一大堆两岸的东西，他铺梗92共识，他炮轰蔡英文政府，他摆好姿态。如果到最后有必要的时候，黄袍加身就去当后裔去，把那些太阳们都射下来。那吴敦义为什么要搞到这么晚？吴敦义其实能够主场优势，我能够来最好。如果不能的话，乱分分，那就拱韩国瑜出来掌输。你感觉什么代志，现在会当小英做给台湾人感动？建议一下，做给台湾人感动，你看你也没敢想出来。想出来的时候不能在这边讲哦。那我要跟你讲，讲了就破功了。不会啦，哎呀，我想，首先那个感觉上，第一个要让他觉得很无私啦，无私会让人感动。然后就说保卫国家一直，如果说真的，他如果能够到美国去，上海来的是伊上介绍给台湾的呀。所以我就讲，哎，够看搞宣传的哦，哎，够人够感觉的，那个感觉点就是讲。
共产党有也比讲搁较清楚诶。嗯嗯。那让人民知道，那就是說我是唯一一个为台湾的拼拼性命。了解，来，不是，对，刚刚大家讲到说啊，要安那好台湾人民感动啊。嗯嗯。我在选后败选的时候，很不客气的连轰了民进党政府两个礼拜，要求改革，要求审判，交出正犯啊、哦，要求该下台就下台啊。哦哦哦。当时有的人自己闯了祸还不下台啊？嗯，对不对？该下台负责的人都要下台啊。你先把一个吴怡宁斩掉。那吴怡宁之后呢？之外呢？你们这些人不用下台吗？那么事实上，刚刚说怎么感，那怎么让你们感动？我是第一个推荐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就因为你讲的那两个字“感动”。嗯，你还记得谢飘那个过程吗？专台湾在败选的民进党真侪好说，你议员然后还是管市长然后好说，你然后弄在败选的，弄在谢飘对吧？嗯，你还记得他的车子经过的时候，他在跟大家拍拍谁啊？喊蛮多哈，那感动。有一个年轻人不是从后面一直追一直追吗？嗯，当场在街上嚎啕大哭，伊的车队都要停落来，停落来了，把迄个少年的安慰讲吼，是我较含慢，安那有无吼？内幕多少人看得哭啦？嗯，这就是感动。一明明是输大叔侯友宜啊，他输人家几十万票哎、欸，怎么感觉上这一幕是我们看到在这场选举里面最感动的？嗯，那么刚刚说到韩国瑜的部分，人家的长处我们一定要肯定。因为只有知道人家为什么赢，你才不会再输，你知道吗？韩国瑜刚刚说他的演讲很简单，他就是柯文哲所说的温暖。为什么？你可以发现哦，不管他讲的是真的是假的，不管，但是他的故意跟庶民讲庶民听得进去的。比如说他在一场演讲里面讲说，民进党不是高雄的老爸啊啦，对吧？好像那个哦。那个高雄，那高雄拢欠民进党安尼啦，用这种语言、嗯哦、然后好像说专台湾拢欠高雄啦、啊，所以这样高雄人听了说，对对对对，我们为什么帮你们污染了干什么，对不对？这是一种不管是真的假的，但是煽动力十足的一个语言、啊、那刚刚美美在讲到蔡英文的时候很激动，我个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这种激动是来自于啊，恨铁不成钢，很简单，我需要你做得更好，可是你搞成这样，对不对哦？但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我批评蔡英文太软，过去一直在面我们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三个、四个一直断交，然后呢讲那些官样文章干什么？你那个文青文章干什么？你事实上，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1月2号的时候，习近平讲了那一国两制、九二共识那个事情以后，过几天台湾发生什么事？我们的飞弹试射、欸，我们的飞弹试射、欸，各位以前不可能发生这款代志耶，因为不会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总统。将了过去对岸的领导人了以后呢，我们的飞弹试射，过去不会，你知道吗？那什么意思啊？还有包括这个所谓两岸和平协议的时候，他写了这么好的东西，不跟人民讲？因为很简单，因为过去不想要把两岸的敏感神经挑起，你知道吗？所以呢，不挑衅，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两边我都不得罪，美国、中国我都不得罪，所以呢，对岸一直欺负我们，一直得寸进尺，对吧？愣头青棍，就让对岸有的对，就让这个中国有的认为说，哎呦，你蔡英文是可以欺负的、啊，我就一步一步愣头青棍嘛。然后蔡英文他民调翻转在什么时候？去年底的时候，孙淑慧公告拍天，还不用独派四大佬登报纸啦。那么多少人希望他下台啊？你就不要给我连任了，你知道吗？不是这样吗？那为什么1月2号习近平一讲了以后，蔡英文砰打回去以后，突然间捡到枪的蔡英文出现了，然后呢，突然间乒乒乓乓的一大堆就出来了。现在的蔡英文就是过去两年半你本来就应该做的蔡英文了，我讲真的啦，但是你还可以做更多，这样还不够，你还可以做更多。你说首富台湾啊，目前几位台面上的候选人看起来。大家都知道两岸和平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在一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情况下签的吗？一国内部。那你不承认台湾是地方政府吗？可是人家吴敦义为什么要签？因为很简单，吴敦义要先拿到国民党党内初选这些深蓝的票，支持我。我没有拿到我被人去关什么中间选民啦。我如果连这个中，如果连党内初选都拿不到。那为什么吴敦义又抛出一个说，必要的时候征召，那是蛮不应化很功，黑的出现的人不是我啊。那我干脆顺水人情做给那个韩国瑜嘛，挡掉，这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策略运用嘛。小英做什么代志，你感动？我告诉各位了，小英事实上他犯下的错误，对不对？我跟这个政府在改变。我公姐熊干蛋的，你的节目也访问过，昨天我跟一个人联络过，恭喜他奋斗了7年。12万名的台湾市民，陈永和，大票后裔陈永和，因为龙旗那个掩埋场已经
昨天嘛，永久终止了。昨天嘛，我这是陈永和的胜利，也是台湾人的胜利。没有错，你要先把民进党改革全部隐性拆掉，你才有那个机会去做让人家感动的事情，不是吗？不过我觉得，但是你必须一定要，你也近乎一定要在对两岸关系的时候更硬，然后有机会的话就争取真的到美国国会去演讲，都免惊。王爷，有啥物你干嘛讲小英姐嘛？因为民调第三嘛。哦，但是一个会当守护台湾的人，你有感觉还佫有甚物代志会当做甲互感动的？洪毅，我感觉第一步啦，我简单先讲第一步咯，这会得势人，对，三个字，清君侧，没错。这旁边的宁城，不管是不是宁城哦，至少身边有一些人，已经在这两年半的执政，至少他们误判了很多事，那我还是讲一下朱立伦哦。朱立伦哦，我警告朱立伦，人在江湖总是要还的啦。你看他先前，他弄一个国党内他们自己弄一个防专条款，这件事会应验在如果韩流还这么鼎盛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面对防专条款，所以到时候韩国瑜要出来的话，不成问题。为什么？因为朱立伦你自己搞的嘛，那你看哦。朱立伦也好，国民党四大天王离炮声越来越远。你看朱立伦现在是四大天王之首，连他现在在美国，重大的访问呢，你看没有人报道，根本没有人关心嘛。过去政治上，这叫 king maker 造王者。那最近很多名嘴跟部分的媒体，那现在更提升了，这个叫 god maker 啦，造神者。因为过去 King Maker 是造王而已，现在啊，现在是造神。所以你注意看韩国瑜，你收集他所有影片哦，特定媒体还把这些收集在一起。你看韩国瑜所到之处，那有如教宗出巡，哇，这个各地人民为之风靡，有的等他摸头，有的抢着摸他的头。我在想，用教宗出巡还不足以形容，要用啊。耶稣基督复活来形容，所以这个叫已经到了这个叫 God Maker 造神，造神者之下，所以我认为那当然这样子的韩流怎么办？我觉得干脆我们社会四四六六讲清楚，韩国瑜那国民党都没给啊，他们就照这样子的民调推出他，那我们民进党台湾派的就是小英，那大家来对决，中间有一个跳梁小丑。柯文哲 ，OK， 那这三个给我们全体台湾人民做个选择，我相信我们台湾人民会做出很睿智的选择。是，海王也没报销。我想哦，就是说，韩国瑜除了他本身的故事，还有他的努力，其实他要很感谢我们王议员呐、为什么？因为他质询韩国瑜那个影片，我看现在可能超过1000万个人看过哈。事实上，因为这样一直渲染，所以我坦白讲，以前我在高雄，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人。也是因为那个影片一直播，然后会去搜寻相关，所以这个像滚雪球，越滚越大。所以我刚刚提到，到底是热潮还是趋势？如果他本身是经得起考验，他会变趋势一直起来。如果热潮当然热来嘛，得快本身的努力跟团队的努力怎么去执行 ？OK， 我想韩国瑜或柯文哲是因为搭上全世界大家觉得喜欢新鲜面孔、非典型政治人物，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第一要让人家感觉就是说我是真心的啊、要更多接地气的语言跟那种感觉。那除了就是说政策内政上面一些引起民怨要赶快改以外，我觉得洪一哥很重要一点，我觉得今天很悲哀，台湾的一个大报纸，他刚开始标语标题什么？不顾北京反对。蔡英文宣布要竞选连任，不顾北京，我们要顾死了。后来他发现闯祸了，就改成说蔡英文展现自信，宣布竞选连任。你不觉得很悲哀吗？台湾选总统要看北京的脸色。就在今天还发生了福大，他们教授说福大曾经腰低的这么低过吗？居然干涉讲学的自由，只因为中国的学生说你不要跟我讲意识形态的东西，但不然可以偷的。所以要跟台湾人民共，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也要很清楚地告诉台湾人民说，不管是朱立伦，不管是韩国瑜，或是柯文哲、汪金平，都是中国派，对不对？柯文哲两岸一家亲，韩国瑜更肉麻了，你侬我侬，指腹为婚啊，就是要
同意的嘛，对不？王金平嘛在讲和平协议啊，那这不是跟台湾最后就到一国两制去了吗？我对你嘛讲嘛，当选的时候他要这样干嘛？哎，台湾多可怕！我们要知道，明年是台湾生死存亡的关键呐、啊。你要把台湾送回给国民党吗？你要把台湾送回给中国吗？我们要知道是习近平他说过统一不能一代传一代，他一直想把台湾收回去，那他就有历史定位了。他历经九合一这样的大败，还敢讲意识形态吗？我告诉你，你没有看到国民党在干什么？你看你认为柯文哲在干什么？所以要让台湾人民知道，只有蔡英文是真心真意站在台湾主体性，总统大选就是讲这个东西，就是台湾命运的未来。是，我就要很清楚让人民感受得到。是，范老师，如果我是蔡英文，请问一下，台湾有哪一个人有美国五个参议员邀请去国会演讲？你去问马英九，你有吗？朱立伦，你有吗？你只会去，你只会去 Apple 总部，对不对 ？Apple 我也会去啊，我有去直营店啊，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要你自己有这个成果，你都不敢讲。假如是我就说。我要去美国，我要见川普，川普要跟我接见。我要去美国卖农产品，去美国卖汽车，去美国。哎，韩国瑜去新加坡，刚才讲过去马来西亚，本来说要见什么农业部长也没见到，吉隆坡市长没见到，人家就给吹牛吹那么大。你蔡文你不会吹牛啊？就是我就是要把农产品卖到华盛顿去。我就是要把台湾的电子产品卖到美国去。这个是一个总统实实在在干那个干掉啊！你不要你就比韩国瑜再多一点，比多个50%嘛。人家会吹牛，你不会吹牛嘛？那是性格啊！你就要改变嘛！你不吹牛会输哎！哎，不吹牛你会你要给人民希望感，对不对？你就让他觉得我就是要带着台商愿景，带着农民，把货卖到美国去，就这样子，卖到日本去，然后再来。三月份，美国要在台湾办这个印太宗教会议哦。美国的这个宗教大使要来台湾哦。三月份，去年美国办了一个宗教部长会议，我们台湾也受邀啊，首次受邀，邀请达赖喇嘛来嘛。北中南东各办一个法会。你蔡文跟着，跟着去，我问你会不会感动？达赖喇嘛代表的就是希望嘛，祥和嘛。连阿扁都说啊，你为什么执政这四年？你答应吗？你不敢邀？那、那中国一定因为九二一大，中国一定很毛、啊。有一个很好，就是九二一大地震20年嘛，对对不对？你邀请达赖喇嘛来嘛？那我觉得阿扁都看到了、这什么难的？不然你出机票，很难吗？要花多少钱？对不对？过来，然后变成是个国际大事啊，全世界都要看到达赖来到台湾。那台湾有很多人信藏传佛教的，即便你不是信藏传佛教，你也很看到达赖，你也觉得很欢喜、那是一个安宁的氛围嘛，那是愉快的氛围嘛。你蔡英文带来的是愉快，带来的是安宁，大家才会觉得感动嘛。不同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怎么到今天为止这个还想不到呢？我觉得其实真的事在人为啦。如果你今天还不改变，你不想改变的话，没问题，你就被改变。请。这个今天最新的新闻哈、就是韩国瑜声势强，他的亲信潘恒熙，潘恒熙现在是高雄市政府的观光局长。观光局局长，他说，如果朱立伦的民调一直没有办法突破柯文哲，那韩国瑜就有可能被征召。哇，这个我这个是放态度了哦。好、哎，潘姐，他们有放话说绝不支持朱立伦。对，刚一开始就讲啊，柯文哲跟韩国瑜是相生相克。只有柯文哲出场，韩国瑜才有出场才有正当性。那民进党不管是蔡英文或者赖清德，11个月之内的这场选举，有一条路线当然是亲中或亲美，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对，民进党的执政三年来，他要克服的一个印象，你的成绩是什么？要有感觉，不要是数字，你要有效能，你能不是你的总目标对，人家就会支持你，你还要证明你有能力运作这个政府，或是有效的在。运转，效能、路线、感动，我没有解方，但是我大概知道，你大概一多数的人或中间的人会在乎什么，因为你现在民进党为什么当16年能赢，中间的人支持你啊，民进党现在为什么很惨，最激进的独派也不支持你，中间的人也不喜欢你，所以你就变成老三了，那最后请教一下瑞德，所以独派后来先。会挺小英吗？目前我知道，在选完了以后呢，蔡英文已经积极的跟独派的领袖有好几次的会面。
目前很反贪的独派呢？对，没有错。那么有展现出一些诚意出来。电视台的董事长见过。然后呢？目前为止呢？如果没有意外的，如果没有意外，猜一下，电视台董事长是由习坤安排的。啊，见过了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那么有经过很多次的沟通了，嗯，所以呢，本来剑拔弩张，对不对哈？柯林许被酸中痛啊，下面可能不会发生这个现象。哦，本来要想要选的，可能不会发生这个现象。嗯，那么事实上跟本来比较深绿比较深绿的独派的和解，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嘛，嗯，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支持你的嘛，所以他据我刚。